哎呀，前两天结婚纪念日给我媳妇送了个板砖，生气了两天没理我。哎呀，今天让你们看看凡哥是怎么哄媳妇的，趁他带孩子出门的时间，用他的牙杯牙刷子给他制作个小礼物。时间紧任务重，咱直接开始。粉色、天蓝色、普蓝色，然后从上往下把颜色给他过渡均匀，拿个海绵蘸着天蓝色给白色啊，就这么随便的给他拍点小星河，然后我们就准备弹星星。牙刷子呢？哎，这不有一个吗？哎，蘸拿牙刷子蘸点颜料，就这么给他扒拉点星星。杯底子用黑色给他画点远山，哎呀，太好看了，成功一半了。来到花园，这都是我媳妇精心呵护的小多肉，捡一个啊，然后给他放在杯子里头，拿石头哗哗的给他固定上，上面是不是有点空啊？上面再来一个，哎呀，我不得不说，才华这一块拿捏死死的，就这份用心，就这份小惊喜，哪个女的能受了啊？趁他媳妇还没回来啊，若无其事的给他放回洗手台。关键是我还不会忘了给他洗一下牙刷子，就是这么细心，就是这么体贴。你们猜我媳妇能不能感动哭 ？Nice。